吵了半个月了，这个月开始就一天天吵，天天吵。
楼上和楼下。我说为什么楼上从门口都听不到声音，然后每次敲门都不给开。是楼下的人在打游戏，就是我的正下方这一家人在打游戏，不是楼上。我一直都敲错门了，然后楼下又没有主人，我就以为是他打游戏不想理我。我是发现楼上太不对劲了，这个人打游戏声音这么差，在门口应该能听到，我在楼上听不到，然后我就跑到楼下，我发现站在门口都能听到他在房间里面说我操什么什么的。但是我在楼下敲了半天的门，他也是没有开，但是可以看到里面的灯是开着的，也能听到房间里有声音。但要是等会再吵的话，我就给物业打电话。以前给物业打电话是说的楼上嘛，然后物业也听不到声音，也敲不开门，他们就后面就不管了。
Thank you.
写失败。